谁都没有想到，王一博又一次没有被大家所见到的物料，居然是有网友发出来的香奈儿的年会上，王一博素颜出镜录制视频给到祝福呢。在网友的图片中，不难看出王一博绝对是没化妆就直接开录视频了，除了头上戴的帽子是香奈儿的，真的很难看出这段视频是录制给这样一个品牌年会的。面对着上百人的公司年会，王一博直接站在一堵背景墙前，没有化妆，朴素的衣服，香奈儿的帽子无一不显示着他的松弛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录制视频的背景还是很吸引人的，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像极了地板，甚至有不少粉丝笑称他是不是躺在地上录制的。如此清淡的王一博在视频中所展示的松弛的意境，真的是很能拉大家的好感度，就好像他不是一个大家所认知的明星，仅仅是一个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到场，却仍旧给到了祝福的朋友一般。毫无疑问，香奈儿与王一博的合作绝对足够紧密，2023年已经是他们合作的第五年，无论在什么样的活动现场，香奈儿总会给到王一博最好的支持与肯定。人间香奈儿这个称号在王一博的身上映衬得格外到位，即便香奈儿这个品牌的衣服都是女装，但王一博就能够演绎的清纯而不媚俗，将其中的优雅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时候有一部分黑子攻击王一博的点都是他好像不太爱营业，与粉丝们并没有有效的交流，没有大家口中的媚粉，好像王一博就是想要用这种素面朝天来营造一种自己不争不抢的意境。王一博的酷，王一博的高冷，在他不火的时候是拽，火了之后却成为了耍大牌不拾掇自己。可事实如何，王一博即便是录制视频给到香奈儿的年会，他也不是全副武装的展示自己多么明星范儿的一面，而是素面朝天，简单的衣服，简单的帽子，就如同所有人身边的同事一般，如果不是他那张帅脸支撑着，内心格外真诚的王一博总是会将自己的内心感受与心理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所表达出来，不弄虚作假，不刻意迎合，所以他能够搞定娱乐圈很多人眼中的刺头难相处的人，因为这些人与王一博相处时都会感到很舒服。尖叫之夜黑脸了一天的陈小慧看到王一博笑，王劲松会在活动幕后拉着王一博走路，王传君会在和王一博在一起的时候笑成阿呆与阿瓜，傅东玉会在电影首映礼上大夸王一博，说他好像自己的孩子，陈耳对王一博更是被不少网友酸称王一博上辈子是不是救了陈耳的命。混迹娱乐圈的人谁不是人精，为什么王一博能够得到这些人的偏爱？看到一身素颜的他为香奈儿录制视频时，大家想必就有感受了，真实而不做作。